范同小琪因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啊！这被糟蹋成什么样了啊！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弄了那么几辆破车，把整个滩涂都给污染了。这种飞机油根本就洗刷不了，跟这海水一渗进去，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。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，飘的到处都是。他的心里疼死了，不就他妈这么点掺的事儿吗？啊！ 干嘛？这不是你，你是疯了吗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知道滩涂上人都说什么吗？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，不得往生。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小洋人要来看堆上，你拿什么给他看？不这么干怎么办？洪小琪，你在里边蹲了5年，你是牢饭没吃够吗？我活该行了吧？我就想吃牢饭，就想回去。行了，主意我出到。 你上我这儿躺着，你再说一遍。没打够是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接着打，来，接着打，来啊，来，别打了，拦着，来，让他打来。